感恩师傅给师傅请安。你讲话很轻，你把嘴巴靠了话筒一点。喂，现在听得到吗？啊，听到听到，你讲吧。感恩师傅，我快速的问几个问题，帮同修。同修的验证有同修自己背。感恩师傅，我先问一个56年属猴的女的，帮她看一下，她那个血液是不是有问题？她最近感觉两个膝盖啊，好像有点肿还是什么酸痛，并且那个大腿上的本来有一个红颜色的痣嘛，随后他说，好像是现在又变成黑色的，有点瘙痒，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有血液的问题。看一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56年属猴，年女，属猴，女的，对，血液问题，我看一下啊，他血压不稳的，血压不稳定。哦，是血压不稳定对吧？他没问题的，他没问题，他除了感情过去有点问题，他现在有灵性的，搞他呀，哦，搞他是，那就是要超度对吧？要，要几张？超度有一个过世的亡灵在搞他呀。哦，是男的还是女的就亡灵？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家里人吧。像家里人。你问问他有没有过世，家里一个胖胖的脸，胖胖大大的，胖胖大老的还是年轻的？老的，老年人，老的，大概五六十岁左右吧，五六十岁左右死掉的时候，是老人家是还是那个叫什么？老人家呀，应该看男的对吧？男的，有点估计有点傻傻的，有点傻傻，男的。是男的吗？因为他的好像父母是都，因为我看不清楚。这个脸又像男人又像女人，因为可能上年纪都差不多样子。他这个好，他这个想讲两个特征吧，眉毛有点倒刮的，然后眼睛不像双眼皮，单眼皮。那鼻子挺不挺或者大不大？鼻子不挺，不挺，块头蛮大，块头蛮大的，块头。哦，有可能他爸爸还是什么的，头发没有了对吧？你就问他一个特征嘛，长得人不是太高的，不像人家男人很高很高的，他是一般的，一米六六几吧，6364这。哦，但是块头是大的，就人不高，块头大。对。好的好的，哦，感恩师傅，那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要超度？谢谢。76张，76张。谢谢。好的好的，他现在在他哪里你知道吧？现在在他的右面的胆呢，肠胃妇科这个地方，所以他的胆和肠胃还有妇科都不好的。因为他又在吃，平时自己又吃点什么中成药之类的，就是会去药房去买一点，就是什么胆生病还是什么什么三七粉之类的也在吃，也不知道感觉在吃。他要不是念经的话，他早出事。对对对，他说念经以后改善很多，改善很多。对呀、他这个人胆子么小的嘞，臭要死。对对对，好的，感谢。真是很怕死的，人家现在是这个灵性告诉我的，说他只要吓吓他，他就死掉。这个灵性有点像满意不满意里边一个滑稽演员。好的好的，应该还属于还属于应该是善灵，应该这样。善灵善灵善灵，好的好的。但是你说他跟我讲这个话嘛，肯定善灵啊。他说我吓吓他，他就死掉了，吓死他。好的好的，让他尽快超度吧，赶快还债，赶快还债。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。